说弟子有个朋友，每逢诵经呢，就会要睡觉。啊，他说请师父指示，怎样才能克服？这时，昏沉的烦恼很重。啊，有方法。你先呢，读经。读经的时候，把它录成一个录音带。啊，自己读经，录成一个录音带。当你诵经的时候呢，你就把这个录音带放在随身听呢，用耳机，很大的声音，放在很大的声音。啊，你跟着这个录音带去念的时候，能够把你这个睡眠烦恼能克服，啊，同时呢，你就不要坐在那里念，你可以走着念，来静心，啊，散步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把你这个烦恼